有奥德赛的携带包。会选这个包的原因是因为它红色很漂亮，再来是它是马里奥，然后在它的正面。背面然后我买这个包是台湾的公司货，这个是侧面，它可以放无线卡夹底部，现在来正式开箱吧。背面，再来是随机附送的保护贴，来看一下携带包吧。好，看一下那个携带包的